我像个土神，请叫我扎西扎西扎西。都弄出去。你叫我去哪去？去哪去？俺去店里买的。你店里俺送了。去做么子的？俺都想干吃的，可能。就俺们都光做点生意呢，脱鞋也是。那可以骑马了。找了兄弟们，翡翠还得露出来，不然显不出我的高贵。你老话咋子？那就跟着老话。兄弟们，请以后你们叫我藏王扎西。哇，帅，真帅，高贵，扎西德勒。可以，戴个帽子。戴个帽子。那今天晚上去跳广场舞，我就是最靓那个仔。不热的，这边气温很低的，你们可以搜一下香格里拉的气温。扎西要出门了，不行，刘海没打理好。拿个这个转镜头吧。再拿个转镜头。对，大的还是小的？就这样吧。大的还有。大的嘛，这就小的就行了。转镜头。我转一圈就练筋一次。就可以了是吧？可以了，那个帽子可以吗？可以。要不要选一下？你觉得哪个好看？我看一下。这个试一下。这个。나너무까지됐다어저저거好看哦，那就对了，是吧？好了，兄弟们，我的装扮已经成了。今天晚上我去古镇里面广场上跳舞，我绝对 C 位，而且有肯定会有很多藏族的小姑娘看上我。对，以后我就在这边安家了。不够黑，整点锅灰是吧？打扮一下。好了，兄弟们，经过精心的打扮之后，我觉得我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又高了一个档次。谢谢你。没有没有。好了，我充完了就还回来就行了，是吧？嗯，对对。好的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。哦，这边是餐厅的。兄弟们，给我取个法号吧，给我取个法号，给我取个法号。住这家酒店就是这些装扮都是免费的，免费的，让大家深入的体验一下香格里拉藏族的热情。这家酒店我不知道是皮黄安排的，我还是第一次来，我觉得这家酒店非常非常的服务，主要是一个服务，还有一个风景。就很牛逼，我现在在一个大厅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大厅啊。这样吧，我从外面给大家来走一遍，从外面给大家来走一遍。日抛，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车呢，这个车是我平时买菜的车。酒店就非常的 nice 了，名字就不拍了。